không nghe về Miến Điện, chỉ có chết đói. Miến Điện và Việt Nam bây giờ cuộc sống còn đang rất khổ cực, mà lại gặp cấm vườn. Đây là chị Nô là tham ngán cơ, bằng thì mà cấm thôi kể người là.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赵德英导演本周推出《归乡三部曲》的最终章《冰毒》，还有他的短片《海上皇宫》。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导演以及男女主角来到现场，我们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赵德英导演，导演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德英。那女主角吴可希跟男主角王新红，你们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冰毒》的女主角吴可希。大家好，我是王新红。导演，归乡三部曲最终章冰毒其实在各大世界各大影展其实已经巡回了一圈，现在终于要在台湾跟台湾的观众就是见面了。其实这个系列的作品像是之前的归来的人，还有穷人留恋麻药偷渡客，很难念，对，都是在讲家的这个概念，对不对？就连短片海上皇宫也是延续这样子的精神，但是他们又各有不同。各位帮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我的第一部片《归来的人》，他某个程度是及时的去记录，就是我离开缅甸到这里的某些心情，或关于离散这个主题。只是说，他是在全球化下面的离散，关于回家或离散这个东西。那第二部片《穷人留恋麻药偷渡客》，其实它是一个记录一个在边境或许的一个故事，它里面有毒品，有黑道，它还是关于亲人的离散。对，那冰毒我觉得它又更精准的在讲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但是很写实的故事，它关于一个农夫想要往城市发展，但是遇到一个所谓很孤独很无奈为了生活要打拼的异乡女子回来，然后他们两个邂逅，但邂逅的因素是因为毒品，但是它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对，所以其实三部故事刚好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冰毒，它我觉得它是更戏剧性，对，比起前两部的。海上皇宫呢，是我拍了所有的长片之后，然后在高雄港拍的一部短片。那这部短片就很好玩，他投入的成本时间都超过前面的长片。是吗？那海上皇宫也是关于就是说就是去表达一个停在高雄码头的一艘船，这艘船是在那个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打造，但是亚洲金融风暴后他倒了这个餐厅，所以某个程度上呈现了台湾早期的荣景跟现在异乡人在台湾打工的一些状况，那里面也是关于回家或留下来的一个议题。导演，其实在你的片子里面呢，就是采取了自己周遭生活周遭的真实故事的。其实您的作品为我们开了一扇窗，看见了缅甸的真实社会。您觉得缅甸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我觉得就是我16岁来台湾嘛，到现在也16年了，然后台湾待的已经比缅甸多了几天了。多了几天了。对，因为我是7月1号来，今天是7月几号，然后刚好16年再多几天这样子。那我再回去缅甸，一直陆续回去，我觉得缅甸家乡有明显的改变，在所谓的城市建设，然后投资外来的投资者，还有旅馆越来越贵，房地产越来越高。缅甸的房地产在仰光比台北市的信义区还贵，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缅甸的贫富差距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对，可能1%或0.5%的人就是比99.9%的人有钱或极有钱，差距极大。那我们整个电影其实我倒不见得说去记录这个国家的改变，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我是透过自己的一些背景去呈现离散跟移动，就我们为了生活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又为了生活可能去到哪里，对，关于移动，对。其实新红从小就是跟就是导演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你也是清华大学电子材料组的高材生，为什么会踏入跟导演一起合作拍片的这个演员之路呢？演员之路，对，不小心蒙上的，不是演员，一开始是无心插柳，无心插柳。他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制作，那时候我大二，然后我们也是在隔壁嘛，对，然后他需要帮忙，就是说他的毕业制作，我就是能帮什么就帮忙。那时候就去就接触，那他就叫我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也是站在旁边，别人已经找好演员了，但说那些演完后，他说你也来试一试吧。到最后就用了那个，就用了你。对，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那
我一直到研究所毕业之前，我们两个就是学生嘛，也需要一些打工，可能也需要钱嘛。那他像假日啊这些有空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去，就两个人就拍一个短片，就去，像那个时候很好，就台北市啊新北市这些有一些小比赛，然后就去拿到一些奖金，也还不错，有一些收入。所以到研究所毕业大概之前就做了大概十来部短片，那归来的人是我第一部的长片嘛，那冰毒现在是第三部，这样子就一直以来都在做制片的东西，但是演员这个东西就顺理成章的就去演了。归来的人参与是一个不是我们设定的，本来我们就是说写了很戏剧性的剧本，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剧本，然后找了台湾的一些演员要去，但去之前两个礼拜很多人怯场了，因为大家觉得哦缅甸哦很危险，然后都不去了然后很多资金都退出了，那我就觉得那我还是要拍电影，不管有没有钱我还是要去拍这个电影这个故事，那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们三个人去好了，找了一个收音，我们三个去，然后那当然制片，好你就来当演员吧，这样，所以是没有得选择，没有得选择的选择，后来结果也是好的。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在于你拍摄当下，人、地方、事情都不预期，都不是你预期或所能掌控的。本来缅甸你要拍摄东西或拿一台摄影机出来拍摄，就需要拍摄许可或执照。那拍摄执照需要去申请剧本，那剧本过了才有拍摄执照，那我们当然没有去申请，那也不会申请的过。